喺 WhatsApp 嗰度咧就收到一個好朋友啦，咁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，佢成日都喺 email 啊或者 WhatsApp 咧都同我重複音啊，俾啲喜樂我嘅，咁但係咧就有成半年都冇聯絡啦，咁啊前日咧就收到佢 WhatsApp 一張做頭髮嘅相啦，戴緊髮簾嘅相，因為佢好靚女嘅，好喜樂嘅，咁但係突然間我睇到張 WhatsApp 嗰個樣係好病嘅樣啦，甩曬頭髮，即係唔係佢嘅，我好突然間好 shock， 佢人好唔舒服咯，個人諗唔開心啦，咁今日咧爸爸嘅即係爸爸離開咗世界，咁爸爸嘅 uncle 咧，即係以前好睇照顧我哋嘅一個爸爸嘅uncle啦，佢同我咧都好開心嘅，佢人都好喜樂嘅，不過佢唔係基督徒，咁但係咧佢個人好善良，好善良，同埋好肯幫人，同埋成日都同我講笑話，好開心嘅。咁耐唔時我哋都會 WhatsApp 啊 WeChat 啊傾下偈啊講笑話啊，佢又俾啲正面嘅信息我啊，俾啲資訊我咁樣嘅。咁我有時同佢傾偈，咁其實早兩個月都去屯門同佢傾過偈啊探下佢咁。 咁佢又係冇聯絡咗兩三個月，佢今日又彈咗出WhatsApp，我又係一個甩咗頭髮嘅樣，因為血壓，我好唔舒服，突然間我有兩張咁嘅信俾我，我今日同神講，我點解啲好人咧會咁樣，點解咁錫你，咁虔誠嘅基督徒你都俾佢咁樣去領，即係咁樣受咯。 咁我好 challenge 個神，究竟你係咪錫你哋啲仔女？後尾我係咪應該要信你，定係我開始想唔係好信佢咯？咁樣咯，咁我好唔舒服，我成日記住嗰兩個張相嘅樣咯。我聽到你話知道你好傷心，同埋好震驚，即係好難接受，係好難，真係好難。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困難嘅樣嘢，好唔開心。尤其嗰啲都係你所熟悉嘅人，更加覺得即係好難接受。即係呢個係喺呢一陣咧，即係我見到啲相嘅時候就好難以接受，好唔開心。 即係呢個咧係，即係人生裏面咧，其中我哋見到一啲傷痛嘅嘢啦，令到我哋都即係好難以接受。就當你聽到嘅時候，呢段時間聽到有你話聽到有幾長嘅時間啦。 之內有兩個咁嘅消息咯，咁同埋唔知點解我今日睇埋嗰張相咧，我以前啲 U 痛好咁差，我今日好痛咯，全身都。係啊，因為擔心嘅時候咧，又會出現呢啲，所以呢幾日你都可能瞓覺都瞓得好辛苦啊，即係覺得好難接受。呢個真係的而且確係人生一個好即係。 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我都面對過咁嘅困難，我亦都見到人面對咁嘅困難，即係我哋人生都係有呢個即係痛苦啊、疾病啊呢個困難，即係我知道你喺你嘅心裏面而家行好亂，因為好驚啊，因為爸爸又係咁走，哥哥又係咁走。 三個哥哥，兩個哥哥都走咗，而家第三個哥哥又有cancer，全部都走，我好驚我先生都走，我好驚我自己都走，我兩個小朋友唔知點，我好多憂慮，好驚啊！我驚身邊個個都係咁啊！你屋企有幾個人都係 cancer？而家你屋企有邊個有？ 即係知道係啊！而家得翻大哥，都係搶硬未走，咁啊，同埋得翻媽媽咯。阿爸爸同兩個哥哥走咗咯，咁我放低咗噶啦，我冇諗噶啦，我有翻起落嘅。
但係突然間又有呢啲自己嘅親叫親人朋友，佢對我咁好嗰啲朋友，心地咁好嘅，全部都係好心地好好，點解要好人要佢哋走咯？點解啲唔好嘅人仲喺度咯？我自己好埋怨咯，開始。即係我好感受你嗰種唔開心，即係你又傷痛啦，又驚啦，又驚呢樣嘢會發生，同埋你又對於神有啲懷疑，係咪？咁呢個都係即係的而且確係，即係有時我哋都好難以，有時好難接受呢樣嘢，即係人生真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痛苦。我哋會一直支持你，同埋咧都求神幫我哋，我哋去試下嘗試幫下你屋企人點樣幫助呢樣嘢唔會成為一個事實，同埋點樣去得成。頭先嘅拖盤咧，我明白，但係入唔到。咁我 PowerPoint 咧就冇講一點啊，有一點係乜嘢咧？就係自從亞當犯罪之後咧，神咧就同亞當講，佢話咧，就算你耕種咧，地要為你長出荊棘蒺藜。呢個就係我哋個個都受落嘅一種嘅痛苦啊！即係我哋人生咧，其實我哋個個都會有呢一種嘅困難同埋痛苦嘅。信耶穌同唔信耶穌都有。事實上咧，可以話唔信耶穌嘅人更多各樣的問題，因為他們擔心啊、憂慮啊、身體問題就更加多，所以咧，即係全世界都其實都受緊呢啲困難。就算有些人好似好好啦，好似好順利啦，但係其實他們一樣會有很多啲困難。即係呢、這個首先我哋知道咧，就係、是、困難的來源咧，唔係神嗰嚟嘅，喺罪嗰嚟，所以咧，我哋就會見到人有呢啲問題，而神咧，佢係。即係佢冇話到咧，基督徒咧就會免除呢啲困難，即係我哋一樣會有呢啲困難。即係我哋唔係話信耶穌咧就會冇曬呢啲困難嘅。神可以有醫治嘅能力，咁真係有啲人有癌症有醫治嘅能力。咁我都曾經試過有個人有癌症，佢好辛苦啊，佢做化療，咁啊佢好辛苦，但係祈禱咧佢就即刻個人舒服。咁佢信耶穌得到平安喜樂，佢翻到屋企亦都祈禱又好舒服。即係雖然喺病中依然能夠有平安喜樂，但係好多人咧就係好難，即係喺一個困難裏面咧係好難去接受。咁其實你講呢兩個你識嘅基督徒咧，我都好樂意去探佢哋啦，去為佢哋禱告，俾佢哋力量，神能夠。第一俾佢舒服啦、平安啦，神亦都能夠咧係即係神可以醫治，神亦都可以減輕佢嘅痛苦，或者令到佢喺過程中咧係唔辛苦。其實我第一個太太就係癌症離世嘅，但係神恩待佢，點恩待佢咧？佢係好怕唔能夠自己去洗手間，好怕要喺牀上去洗手間。但到他離世那天他都不需要這樣，他到離世前兩三天他依然可以走到路，即是我們都要扶他，他要用 walker， 但他可以去到洗手間，他很怕這件事發生，但始終沒有發生過，即始終他是雖然他是癌症離世，但他依然是在個過程中他是沒有很痛的，他是有痛，不過不是很痛。他是即是說辛苦呢，是不是很辛苦的。他是即可以說麻煩多一點，即是很多很多事要做，但是呢神可以祝福一個跟從他的人呢，雖然他有癌症，但是呢依然是祝福他。這件事呢是我自己都想過的。我自己都想過怎樣呢，如果有一天神可以祝福我叫我沒有癌症，但也都可以我身上有癌症，因為我爸和我媽都是有癌症的，即我一樣可以有癌症，不過到我今天為止我感謝神我是沒有任何癌症的跡象，
咁亦都保持我身體健康啦。咁我都諗過，如果有一日我癌症咧，因為有神嘅同在咧，第一神醫治啦，第二咧就係話我冇神嚇，就算冇醫治，我都喺痛嗰時掹住神，讓神去幫助我，俾我有力量。我又好深信喺呢個困難中，神會俾我力量。所以你識得呢兩個基督徒，我好樂意去為佢祈禱，讓佢喺呢個病痛嘅時候經歷到神嘅力量同埋幫助。即其實我哋都好唔想，但的而且確基督徒中係有人有癌症，即呢個係我哋避唔到嘅事實。但唔代表神愛我哋，即神依然愛我哋，但神係能夠喺困難中幫助我哋。咁當我哋分開咗疾病同埋，即話呢個疾病唔係代表神對佢唔好，只係人類所共受嘅困難啦。咁你嘅心可能就會能夠接受呢樣嘢多一啲，不過呢個都需要時間，呢個都唔係一下子接受到。即我會知道你裡面好傷心、好混亂、好驚。咁我都希望為你屋企人祈禱，讓佢哋行喺神嘅路上，保持佢哋身體健康同埋有力量。咁我都見到你而家咁樣今日嘅狀況咧，我都一間我會有機會為你祈禱，讓神安慰你嘅心。在面對困難的時候有力量都有人形容過，即是畫畫畫畫呢就畫畫畫表達什麼，主題是平安。咁有很多人呢就畫很多畫表達平安，但有一個人呢畫什麼呢，在一個大風浪裡面，在一個大風浪裡面，在一個船上的時候有神保護他，即是很困難，就不是沒有困難的時候神的同在。那在我來說，我已經接受生和死和病我都接受，所以我就很平安的。那你所認識的朋友他們可能會有困難，但是呢第一樣我們祝福就是他有平安，第一樣祝福可以祝福你有平安，可以釋放你心裡面的那種即是擔心以為神會你，其實神是有你。那你說神如果你這些為什麼不是立即將病拿走呢？神都想的，神都想說這個世界沒有病，不過的而且確這個世界因為罪的緣故有病。我很開心你今晚來到，我很深信神一定會一步步提升你，神一定會安慰你，即是會給你力量。